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成毅八个古装角色，第一个一战成名，第四个颜值巅峰。 第八个未播先火，自莲花楼上次播出已整整过去了一年，许久未曾在荧幕上见到成毅。最近才了解到他仍然忙于《赴山海》的拍摄和宣传工作。成毅的打戏不得不令人称赞，动作流畅自然，宛如行云流水。观看他的打戏，简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。陈晓或许从未料到。 曾经一直在他身边的小跟班，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古装剧中崭露头角的顶流男演员。自二零二零年凭借一战成名至今，成毅已经出演了八部经典古装剧。他无疑是近年来演艺生涯最长且最励志的男演员之一。他刚出道时皮肤黝黑，发型也显得很土气，与现在的模样相比，真是判若两人。 最初是谁一口咬定成毅不行，不适合演戏的？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。如今他已被狠狠打脸，所出演的影视作品步步经典，演技更是卓越非凡。在出演《琉璃》之前，成毅虽然参与了许多影视作品，但大多都平平无奇，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。例如《青云志》这部剧，尽管他在剧中并非男主角。 但他早已展现了自己卓越的演技，直到《琉璃》播出，成毅这个名字才在娱乐圈中一跃而出，可以说是一举成名。这部电视剧曾使成毅一夜成名，在剧中他饰演的是天地之子，却因情所困，甘愿下凡，历经时世的磨难。司凤这一角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从此。 成毅这个阳光男孩也逐渐进入了观众的视野。此时的成毅颜值十分出众，无论是风度翩翩还是桀骜不驯，他都展现的淋漓尽致。《长安诺》中的角色可能是成毅所饰演的所有剧中最为悲苦的一个。他在剧中扮演了九皇子萧承煦，本该受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但编剧似乎并未,未用心。父皇一开剧就中毒。 虽历经艰难解读，却未能撑过三级，母妃也被迫殉葬。原本属于自己的皇位，最终却被从小敬爱的哥哥夺走。他意气风发地出征魏国，却被误传死讯。归来时发现女友已成为皇嫂，心中难以平静。唯一的弟弟也因病去世。为了争夺皇位，与昔日的爱人决裂，最终为救爱人的孩子而被射穿。 这情节有些类似于《孝庄秘史》中多尔衮的经历。这部剧充满了虐心情节，肖承旭一生隐忍，却换来了身边人的处心积虑。他对家人和爱人无愧，对天下无愧，唯独亏欠的只有他自己。提到与君歌，真让人感到诚意的出色演技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。剧集的收视率与演员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 这部剧一经开播便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。在剧中，程毅扮演的皇帝齐炎，可能因为编剧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发挥空间，使得他在这部剧中的表现不如琉璃那么引人注目。尽管角色设定是一个在晚唐时期短命的皇帝，并且被太监掌控于手掌之中，但齐言这个人物其实还是具备一定的能力，他深藏心机。 策划全局以铲除宦官。成毅在这部剧中的哭戏极具感染力，他能够根据人物设定精准把握情感。可以说，在这部剧中，他的每一次哭泣与微笑，以及脸部的每一个表情，都仿佛在不断演绎着角色。你还记得二零二二年的夏天吗？那一年是否有一位古装男神令你惊艳？ 那可能就是成毅饰演的应渊帝君了。在《沉香如屑》中，演员一人巧妙的扮演了三个角色，每个角色的性格都各具特色，表现的非常到位。尤其是玄烨的角色表现出色，甚至成功吸引了本应属于主角的粉丝们。粉丝们纷纷建议，应该为玄烨专门制作一部剧。无论是玄烨的颜值，还是每一个眼神、一颦一笑。 每一句话都达到了顶级水准，这里真心佩服成毅的演技。的确，唯一能超越成毅的只有成毅自己。现在还会有人不知道李莲花吗？真是令人惊叹。二零二三年的莲花楼在整个网络上引发了热潮，整个夏季都持续火爆，至今依然热度不减。播出一周年了。 恐怕还有许多小伙伴尚未从中走出来吧。李莲花独自一人，一楼一狗，经历了世间所有的酸甜苦辣。从李香宜到李莲花，他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为何会心生怨恨。十年的经历让他的内心得到了真正的圆满与宁静，同时也守护了他心中那片江湖。正是这部剧所独具的治愈人心的力量。 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，暂时停下脚步，退一步，放下执念，从而宽容对待自己。网络上流传，成毅主演的《英雄志》将于下个月上线，这让那些被吊成翘嘴的网友们感到非常幸运。错过了《莲花楼》的网友们，千万不要再错过《英雄志》了。据了解，该剧从一张神秘的羊皮卷开始。 围绕男主角的一生沉浮展开，叙述了在动荡时代，一群风云人物经历了无数波折，面对爱恨情仇的抉择，最终实现了自身抱负，为国家贡献力量、为世界带来和平的精彩故事。整部剧不仅展示了刀光剑影的江湖纷争，还充满了尔虞我诈的朝堂权谋，同时穿插着情意绵绵的爱情元素。整体来看， 这部剧无疑具备了极高的观赏价值。作为一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剧集，它的剧情、演员表现以及后期制作水准均属一流。从曝光的路透照片来看，成毅身披铠甲，手握利剑，再次展现了新的帅气高度。那个充满激情的江湖梦似乎再次回到了我们身边。毕竟，武侠剧一直是成毅的主场。 他一出手，打斗场面便宛如一场视觉盛宴。即使是出品人也表示，这部剧将展示成毅巅峰级别的打戏，实在是让人充满了期待。《狐妖小红娘之王全篇》，果然能够让观众暂时忘记成毅的，是他即将推出的下一部作品。这是成毅在沉香如屑之后，再次以白发造型出现。不得不说。 成毅的白发造型既冷峻又充满魅力，帅气得令人惊叹，不禁让人感叹，真是太帅了。在《狐妖小红娘王·王权篇》中，成毅饰演的王权富贵身披黑金色的披风铠甲，扎着高高的马尾，白金色的发丝映衬着龙形发冠，战损斑驳，龙纹在他的脸上浮现，在鼓风机的吹拂下，显得格外帅气。 没有一定的颜值，真的是很难驾驭这样的造型。颜值和体态缺一不可。他宛如一位无畏的战士，气质冷峻孤傲，仿佛真的从漫画中走出来一般。从预告片来看，《富山海》似乎将成为又一部经典之作。成毅身着白衣，动作戏精彩纷呈，能够邀请众多大咖为成毅助阵，包括张智霖在内。 他在剧中扮演反派李沉舟的父亲，天下第一帮帮主燕狂徒。燕狂徒非正非邪，行事怪异，心狠手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曾经是成毅的导师，如今两人再度合作，不禁让人期待他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。还有很久未见的吕颂贤，他作为初代武侠顶流的参演，足以证明剧方下了很大的功夫。 还有邱心志，以及将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丁永岱。最后一位重磅嘉宾是杨丽菁，这位一代人的偶像，功夫女神再次重返荧幕，光是想想就令人充满期待，真是让人无比期待。成毅的塑造能力极为出色，他在每一部剧中的角色都有独特的特点，每次演绎的感觉都迥然不同。正是如此。 他每一个角色都让人过目难忘，他的演技极为出色。发自内心的讲，他不仅非常努力，才华横溢，更对这份事业充满热爱。大家最喜欢成毅的哪部作品呢？